好，我是赵涵营养师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特别设计了减糖料理，让大家吃不胖真好哦。那主要的食材是有鲈鱼，那鱼呢其实含有非常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那都可以补充我们的一个很好的 Omega 3的脂肪哦。其实我们吃好油可以帮助我们带掉坏油的。另外呢，在淀粉的部分呢，我们特别是用山药、地瓜这些含有粗纤维的淀粉去取代我们的白饭，以达到减糖料理的目的。那当然还有搭一些很好的蔬菜，像是红椒、黄椒，都可以让我们养颜美容更好气色哦。所以呢，跟着我一起吃不胖真好吧。